哇，这一样啊！现在 Brian 已经到前排，刚刚吴中天这个修正的是很到位啊，对，很到位，21-18。绕出来的话，这个球就会容易的被打开。哇，这个 Brian 这球啊，真的是完全是展现了他用力的爆发。而且现在讲真话，现在因为篮网的是举球啊，本身的高度也不够，这个直线几乎。不，他是有备而来哦，整年真的没有准备。不过这个情形是正常是不应该发生。是啦，是因为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，还没下场之前就要出，裁判就要看到这个问题，就要去马上去要求去做一个更换哦。因为我们在争取的一个比赛的时候呢，这个裁判的时候，又是一个单抛的高打点大斜线。其实你可以看到，这个风云在前面的时候呢，是完全对布莱恩什么。真的是完全的弹跳，所以基本上在男孩子的一个这个比赛里面，很多人常强调哈，在后排攻击速度很快。你说你要再能够去做太大的移动去救这个球，其实几率很高。所以在篮网这方面的一个取位它就很重要，你的一个这个判断这个球，17-21。做组合的时候呢，说不定他还可以去篮面做。哇，还是要往斜线走，这球被 Brian 给扣掉，给拦掉。哇，6-2，这第三局的开局，整个三道线的整个攻击点的空间，对，让攻击者持续想办法去处理这个球。发亮顶住 ，Brian 补枪。自由球员位置没有站好，蛮可惜的，应该往外站，因为他的球员在篮网者的后面，还是会洗。整个那个心给定下来，3-1。捡补在即，所以签证可能不是那么好办。
两分没配好。哇，真的真的真的，连续两分没配好，那就大事不妙，大事不妙。短球，哇，好球，好球，相当刁钻的一个落点。接球都出问题啊！啊，再一分，哇，吴宗宣这两个发球都让对方在整个接球上出现了纰漏。对，这个也是联庄排球队这边的优势哦，有对上有一两个像，哇，又是一个二楼慢的一个攻击。我觉得的话，这个马上有建功，不过他对到的是吴清泉，这个我们的大学长。哇，跟 Brian 现在一样哦，他的 snow 会到目前为止，对，还在熟悉当中。其实到了，我记得去年到了后半段，就蔡培章都看脸看我们了。是是是。还有。修正球哎，修正球哎，各位，哇哦，哇，找杨将基本上不太可能。我讲真的，达到这种康扎，你非得要我杨将、啊，你没有杨将，你真的很难哎，真的很难哎。所以这个可能要这个委员他们。转了一下局限。
对手只要拦中对拦。来看一下这一次，有不错哦。哇，怎么会不拦网？真的修过了大半个地球绕过来啊，这个 Brian 也不客气了，没有人 no call 了。哇，距离真好，在一阵慌乱当中他举了一个六号位的后排，真的 Brian 跟上了，没有人拦网，完全翻过去，哎呦，过来救场，哇，西米，还有没塔张子亮，哇，哇，西米打得太准了，打在阿亮的正面啊，阿亮真的很勇敢，阿亮真的这一球完全没有人懂，要加薪了，要啊，必须的。西米这个修正球打得真的真好，那现在真的已经完，极限，哇，这两个边水线真的哦，真的，当然除了西米的破坏力之外，其他人没有办法提升上来，这位是比较吃亏的地方，一下下分数又形成四分的差距，桃园台湾呈现很占优势。回扑的时候好像这真的没有办法，对，接好球的状况之下现在就是这样子，会有四个点的攻击手，教队发生的台北市高台以及郑州国的胜利高度配合，非常多的这个投球点在攻击手，还是要
也去突破，想办法守，对对对，去想办法。哦哦哦，谢谢球。